各位非华语学生的中文老师，你们好啊！相信你们都知道或者体会到，就是我们需要一些专门为非华语学习者设计的中文教材。在香港找这个教材呢，一般都是为中文母语者而设，用来学读写中文，前提是他们在家母语环境之下已经建立好广东话的听说基础。但对于非华语的学生来说呢，就是缺乏广东话听说理解基础情况之下，这些教材对他来说太深了。完全不懂广东话或者中文的家长和学生没办法掌握内容，莫说话在家练习，所以老师唯有自己再制作教材给非华语学生。再加上拼音的使用不普遍，学校会很少用拼音来帮学生清楚掌握读音或者音调。非华语学生同一时间要认字、死记读音和意思，非常吃力和学得很慢的。没拼音，他们很难判断自己的发音啱唔啱。非华语家长又帮不到小朋友，所以他们没什么信心在日常生活中用广东话来沟通，很快就会失去学中文的兴趣，甚至抗拒学习中文。所以我们建议老师教中文的时候呢，要用拼音，而我们建议用粤拼。那为什么要用粤拼呢？粤拼是由香港语言学学会制定的拼音方案，一套标准的拼音方法会减少学习者混淆发音的情况。粤拼可以帮非华语学习者快速准确地辨认读音先，令他们有信心在生活上听和讲。当熟习了在生活上运用这些字词沟通，就更加容易辨认相应的中文字了。而且现在已经有粤拼的输入法和阅读软件，所以无论是广东话母语人士还是广东话学习者，只要学会粤拼就代表你懂打中文的了。那究竟冚唪唥粤文有什么可以帮到非华语学生学广东话和中文呢？我们有意教授广东话听讲为主，配有粤拼的材料，等学生熟练听和讲先，再慢慢学读写中文。分级教材由浅入深的学习内容，非华语家长都看得明，可以用来协助小朋友学习广东话和中文的材料。冚唪唥粤文是专为以粤语或者中文作为额外语言的学习者而设，从故事学习听和讲，简单又有趣。超过200个分级故事分成7级，学晒最重要和最常用的字词。故事以粤文书写，配上粤拼英文逐词翻译和录音，任何粤语程度的学习者都看得。冚唪唥独有的跳跳泽粤拼还将音调的声降图像化，令初学者更容易掌握粤语发音。除了分级故事外，还有课堂，有对话练习和互动影片，配合不同学习的目标。所有资源都是免费下载，没有版权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拿来设计不同学习的活动。还有专给导师用的软件和参考的资源，方便导师可以用来制作广东话的教材。例如有粤拼课程，一个钟头内就可以学会粤拼了。免费软件帮老师制作不同程度有其他少数族裔语言翻译的教材，令非华语家长都明白的教材内容，在家可以协助小朋友学习。有很多人都很有心想帮学习者学广东话和中文，但是他们缺乏合适的资源和教学方法，而老师们都更加明白制作适合的教材是很花时间的。冚唪唥粤文的资源专为任何粤语程度的学习者或者导师而设，不同的材料和软件可以帮老师你们节省设计学习内容和制作教材的时间。他们可以提供有系统和简易的学习方法，令社区和非华语家长都可以帮手和学生练习，提升他们的学习速度。作为老师的你们就可以专注在和学生互动的教学上，和评核学生的进度。如果想发掘一下冚唪唥有什么啱的资源，就去以下这个网站看看就可以了。